的 series 啊，是要到菲律宾书。咱以前啊有差不多起码有两年的时间讲到伊布所书，伊布所书甲菲律宾书真无共款哈。伊布所书内底有真啊非常的 structure 的迄种神学里内边，有真济的教导里内边。上帝伫万世代以前就有一个计划要伫这个世界。伊布所书那就一个音乐会安尼，甲序幕拉开。予咱看到讲，以前是秘密的代志，唔知的代志，上帝即卖咧接着速度，予咱知影讲，伊自万世界以前，甲万永永远远有一个真水的计划，啊，伊有所思，予咱讲咱一步一步上帝安怎实现伊的计划。上重要的是将上帝计划内面有你甲我哦，有影请着咱来参加伊万世界以前所定的计划。啊，毋过咱知影讲，永远到永远有一个计划，啊，毋过咱也是活伫这个世间啊。所以，伊布所书有真济咱即个世间安怎过生活上好诶真济价值。菲律宾书完全无共款，伊无一个真济神学诶辩论，菲律宾书是一个真私人诶一张回信吼。保罗是即个书的保罗写互菲律宾教会诶一个回信。保罗先生即卖咧写菲律宾书，伊咧创啥？你知无？伊互关吼。关伫罗马关两年，伊伫罗马以前，伊在创啥？这两年以前，伊在创啥？嘛是红关，关无同款所在，该萨利亚、塞斯利亚。伊伫遐呢，因为伊是罗马的公民，伊甲迄罗马的巡抚吼，伊讲呢，我要上告该萨吼，我要送我的 petition 到 Caesar 那边去。罗马皇帝思想，伊主要的目的是要传福音啊。啊，古伊，你看，你甲想看卖咧，保罗是啥物款的人？伊伫罗马两年，伫该撒利亚过两年、四年。保罗是一个真巧的人，真有能力的人。伊那是活伫今仔日吼，我想伊应该有三个博士的学位：哲学、神学、文学。伊是一个这种真有学问的人。你看伊写的批信吼，非常的 structure 哈。你看伊的新学的辩论哈，啊，非常的严谨哈。啊，不过呢，伊呢，从关四年哈，兄弟姊妹，那是你嘞，你会安怎感觉？我上帝啊，你给我这么侪文书，就是要我让人关是不是？啊，你给我这么侪装备，你敢是不会给我去传福音，啊，给我伫只关，给人关伫只？保罗自头到尾拢无安尼讲吼，伊伫腓立比书伊讲呢，恁都爱欢喜，恁都爱喜乐 ，joy， 无共款呢，字根形式出现十六摆，伫即个腓立比书遮尔短短一个故事出现十六摆，所以这是腓立比书的主题，喜乐。啥物喜乐呢？叫关系呢？不但呢，伊知影讲有一天为着这个福音会失去伊的话，啊，谁人讲会？谁人讲会当喜乐的？因为呢，喜乐的原因呢是知足，是知足。你想啊，这么困难，你会当知足？咱华人嘛讲知足常乐，是不是呢？希腊的哲学家伊嘛是讲知足 ，contentment。啊，不过因的 contentment 是为倒位来呢？咱华人的 contentment 讲知足常乐呢，是为修炼而来，靠修养，是为生活经验所来。圣经内底讲的知足完全无共款，是因为咱甲主耶稣基督的关系。咱因为信，相信主耶稣的十字架顶替咱定死的十字架顶，为着听，让咱会当相信。主耶稣是甚么人？相信伊伫十字架顶所做诶代志，咱甲伊有一个活命诶关系，有一个永远活命诶关系。当咱甲上帝有甲主耶稣有即个关系了后，一件代志发生，上帝要带伫咱诶活命内面，圣神带伫诶内面，伊慢慢来改变你，伊改变你诶价值观。所以真正诶信仰一定引导到活命诶改变，一定引导到一个价值观诶改变。所以使徒保罗在宏观的时候，他可以说我们要喜乐，我们要欢喜，我们要快乐，我们要在主的里面欢喜，因为他知足，因为
伊的活命内底有圣神伫伊内底。菲律宾是啥物款的教会呢？会记得话，马其顿的呼声，会记得这个故事哦。使徒保罗伊伫个小亚细亚遐，今仔日土耳其啊，伊本来要去北边去传福音，圣神讲袂使哩，伊搁为东边去，圣神讲袂使。伊若为东边去呐，先讲伊就去中国啊，可能去台湾。啊，不过圣神讲，袂使变，伊得过去到澳洲，澳洲的第一座城，伊所拄到的就是菲律宾，菲律宾。菲律宾是啥物款的城呢？伊是个罗马 economy。以前罗马帝国，伊通的欧亚非三洲吼，所以伊底下有设置的住房城，伊有一个伊个 colony 遐。保罗先生每到一个所在，第一步是创啥物？伊做啥物代志？第一步，伊去找新的教，去找会堂，是不是安尼？吼，伊要找会堂，伊要甲乡亲来传福音，甲乡亲传福音真自然的代志啊。啊，不过呢，迄个所在呢，连一个会堂都无。会堂的要成立的上基本的条件，要有十个十波人。还有十个信犹太教的十波人，遐呢连会堂都无。啊，不过伊伫河边呢，找到一真的富人，因伫遐咧敬拜上帝。伊个内面呢，有一个卖紫色布匹的啊，真好的一个姊妹，叫做莉莉亚。啊，使徒保罗就教因，教因教是教因教是天国的道理，安尼就教会就伫遐成立。遐是伫澳洲第一个教会，就是伫菲律宾马其顿省这个所在。渐渐啊，渐渐福音感觉兴旺，兴旺，兴旺。使徒保罗是等上帝给伊的带领，伫遐咧做，伫遐咧做传福音。迄时阵呢，有一个啊 ，slave girl 吼，啊，有一个叫罗列的一个查某囡仔，伊是去予迄个鬼所附掉的。因为伊的主人吼，用伊有鬼附掉的吼，有真大的能力吼，超自然的能力。所以呢，这个鬼和这个 slave girl 呢，逐天对着使徒保罗，讲这是上帝的仆人，恁大家爱听伊的，这个仆吼，那是你甲我，啊有人听仆嘛袂歹，敢不是？大家注意，大家注意，上帝仆人来啊，大家注意听，不过使徒保罗那是亚神吼，反倒转来讲呢，我照耶稣基督的命令，我让你这鬼位的心情。结果呢，鬼出来 ，slave girl 得到拯救，但不过呢，主人无欢喜，主人无欢喜，啥呐？趁钱的指望无去，拢是钱嘛，就钱，伊就耸动吼，遐罗马遐城内啦，甲使徒保罗关伫监狱内底，使徒保罗甲希拉关伫监狱内面，所以菲律宾教会成立是遇到真济困难。真济逼迫伫外口，使徒保罗要用关心的先锋，要用棍仔讲，用棍仔讲，讲到皮开肉绽安尼，两个人呢，用迄个木狗啊，把伊脚甲手呢，甲锁掉咧。迄向棍仔讲吼，讲到皮开肉绽迄种痛吼，我用一件真简单的代志来形容。我有一天要吃泡面吼，吃泡面爱迄温罐啊，我安尼挤，我感觉足麻烦的吼。我甲掀开吼，用饼，用饼爱滚水吼，烫着我的手吼，哦，烫到冻袂掉吼。我麻烦我太太来拜托载我去河津溪啊吼。还痛到什么程度呢？我袂当暴露伫外口一秒钟，我一定爱放伫个水冷水的内面。所以我捧一个冷水啊，请我太太载我去。带我去看耳颈科，敢那安尼水烫着尔，都安尼啊。迄种骨啊讲，讲到皮开肉绽，迄种 burning， 迄种疼痛，你无法做形容的。啊，毋过保罗甲希拉，半暝伊在创啥？无聊嘛是无聊，啊，无咱来唱诗歌，吼、哦，来唱诗歌。所以遐个机会，你诗歌背起来吼、哦，需要时就有他唱吼。哦，我讲啊，迄个。一族咧，甲我咧西瓜棍甲摕来，我唱，我要唱歌，是安尼。因为内心咧有一个真特别的价值观，因为伊是为着主耶稣基督受苦，所以人唱西瓜来俄罗斯，唱西瓜，所有的家家来，大家唱，我大家拢注意咧听。伫这个真黑暗、真
真艰苦、真痛苦的所在，干那听到人尖叫声、痛苦声，哪会听到迄个人唱歌的声？啊，结果咧，唱歌了咧，地大震动，肩门全开啊！一时阵，管家家狱卒伊就想讲，惨啊！即卖遐囚犯拢走了了啊，因一定先台湾，下面搁台湾所有处理的人，啊，无我先了解，我唔免去看遮。所以他就要听起来，就要抬他自己。保罗现在就说 Stop， 不要伤害你自己，我还在这里，这个狱卒想说头在地上，我已经是惊到不知道人家，现在又看到这尴尬的里面囚犯不愿意让你走的，我更加惊吓，怎有这种事情。他就跟保罗说，我要怎么才能得救，所以保罗给他传福音接受啊！不过保罗，使徒保罗改讲啊 ，excuse me， 啊，我现在后边真听啊，哦，会当你会当做什么代志无？伊做什么代志？伊甲保罗带进厝，你重刑犯的家来咧，你上了木狗，伊讲甲带进厝咧，带进厝咧，改些较接近啊，改些也会啊，阿姨使徒保罗改因专家人传福音啊，啊传咧，全家拢信主啊，所以当信主耶稣，你和你一家都必得救。不是说老爸做听福音子就得到应聘，不是这样，是每一个人都有机会听到福音，每一个人他听到都欢喜都接受，他的救恩是他自己听到的。这是一个菲律宾教会的一个历史的背景，他是一个很困难的环境中大汉的一个教会。不过使徒保罗跟这个教会有一个很亲密的关系，我们来看这个批信呢，保罗写这个批信有几个目的。第一，保罗先说在关在那个罗马的时阵啊，教会吼，对于马其顿吼，送一个人以巴弗去罗马去帮助去供应保罗的家人来，你所需要的这种是以巴弗。保罗呢，先说呢，用心来感激，伊要写一张批来感谢多谢。另外呢，伊嘛是一个宣教师啊，教会支持，几年来拢支持，所以伊嘛来写。就讲伊伫遐发生个代志，注意到用关四年有无？伫罗马家内底，啊叫关掉咧，变怎？啊，逐工拢冰顶24小时甲伊看，啊是讲啊，只冰顶啊，非得来走袂去，啊无我就甲伊传福音讲，过苏德波罗个冰顶是御林军，御林军是啥物呢？迄是保护皇帝，迄啥物款呢？啥物款个兵啊呢？汉超好，真巧，真勇敢，啊嘛真忠心，迄种人薪水嘛是相关的，才会当伫御林军的内面。这是保护罗马皇帝的兵丁。啊，不过呢，使徒保罗呢，想讲啊，恁遮无代志，啊无我通讲福音互你听。讲到尾啊呢，使徒保罗讲，御林全军，所有每一个兵丁拢听到伊福音，伊讲排班嘛。大家拢听着，使徒保罗是一个不时、随时有机会在咧传福音的人。遐尼怎会？谁那可以有这个一个 motive 底下来传福音？咱有这个 motive， 我讲第二，你应该了解着讲福音的价值，你才有可能有这个动力来传福音，是不是安尼？你还感觉是报嘛？你感觉是报，你才会感觉讲啊，这报爱传到别人。你若无感觉伊个价值，你来教会是来找朋友的，你哪有可能感觉就这个动力，讲我嘛爱传福音呢？使徒保罗伊知信耶稣是啥物意思，伊知福音是啥物意思，伊知福音是来咱甲上帝本来是隔绝的，本来是永永远远隔绝的，本来咱甲上帝是冤仇啦，但是因为福音，咱甲上帝活命会当连做伙，会当伫永永远远的内。不但安尼，上帝佫差遣圣神来带领。每一个引出来，帮助我们了解圣经，帮助我们经历着生活的困难，帮助我们灵命的长进，就是福音的宝贝。知，所以有这个动力来传。因为咱思想爱思想，咱有这个价值观无？咱有这个价值观无？讲大家讲福音是真正的宝贝，所以我嘛记得人，我嘛要传。下面来看，保罗写哦，腓立比书哦。
保罗写腓立比书要另外一个目的吼，这个教会吼受到逼迫，啊逼伫外口吼，伊毋茫讲教会会当徛好在，伫真理的面前徛好在，莫受到逼迫，就想要退后。另外呢，教会领袖有问题，教会领袖有合一的问题，所以呢，你叫伊讲，恁都爱合一，同心来兴旺福音。所以咱下面来看吼，第一开始呢，古代的批信。开始的问安的格式都是安尼吼，我是虾米人，写予恁虾米人啊，祝福的话安尼吼。啊，使徒保罗伊是安尼讲的，你看伊使徒保罗伊写十三本的圣经吼，新约圣经十三本吼，干那一本吼，甲另外一本吼，伊无讲着我是主耶稣基督的使徒，我是上帝所派的，才去切克呢，照着上帝意思来做代志的，伊无甲伊个头衔讲出来，因为这是一个私人的信件。哦，伊若讲我就是使徒，我就是种上帝仆人呢。啊，我甲提摩太呢，我写批给你哈。伊写给虾米人？伊也写伫带伫腓立派、腓立比的这个城的圣徒。所以主要所记到写给教会，请给教会证人讲，恁哦恁都是圣徒。什么是圣？圣就是分别出来，意思圣就是上帝的圣洁。啊！你讲哦，安尼，伊讲保罗讲咱是圣徒呢，我想讲歹势啦吼、哦。啊！你安尼讲，我就歹势咧。圣徒，啊！毋过你甲看，哥林多前书、腓立比书，真侪所在保罗拢甲教会称做圣徒。一方面，咱是上帝的子女，所以咱称做一个圣徒。另外一方面，因为主耶稣基督的救赎，咱已经有这个 position， 咱有这个圣徒的 position， 咱也无完全的 substance， 所以讲这是一个 already and not yet 的这种救赎的观念。咱已经有上帝所给咱的名分，就是上帝的子女，就是圣徒。啊，不过有一日主耶稣基督再来，咱要甲上帝永永远远做伙，咱无必再犯罪，咱要住伫永光的上帝永光的欢喜的内面。那是一个福音的完成，所以咱即摆带伫一个 already 的内页，所以咱真做圣徒，那是上帝给咱的称呼。赶紧吼，所以你的名片啊，你本来你即摆名片印中 Dr. So and So 哈 ，Mr. So and So， 你也在改做 Saint So and So 哈，非常 appropriate 哈，你恁就当去改哈。啊，那是中文的哈，就是讲呢，林德昭圣徒哈，啊，林德昭先生你改成林德昭圣徒。实至名归，因为那是上帝给咱，不是讲咱偌好，是上帝给咱的。爱在讲教会，除了圣徒了，还有啥物人？监督跟执事哈，这是一种帮凶的称呼，伊不是讲你教会一定干来会当这两种人哈，不是安尼意思。监督就是 overseer， 教官管理教会的人，干一个执事嘞，执事嘞，执事就是。先来讲着正圣道，要搁讲，要搁提起监督甲迄个执事呢？我咧想应该是教会这个领袖特别搁提出来，因为因有一个纷争，有一个不合一的问题，所以特别保罗先咧特别提醒，甲因的名，甲因的也这部分的人，甲伊写出来，可以当注意。咱今仔看在第一章甲在一章呢，是一个概论哈。下面咱阁看咧第二章、第三章、第四章咧，有每所有只讲的代志，阁较 elaborate， 阁较侪 details。所以这毋是一个无意义的问案尔啦，毋是上伊保罗是要写伊下面啊，拢有一个更阁较侪的内容来面啊。下面咱来看第三十甲第十一章是两个祈祷，第一是一个感恩的祈祷。三十到第八十，第二是一个祈求的祈祷。先来为着因感恩呢，因为腓立比这个教会呢是一个甲保罗呢合作真济真长的时间的一个教会。因合作什么呢？因伫个福音的内面来甲使徒保罗同工。因不但伫财面，伫用钱用伊的财面来支持使徒保罗，因家己嘛传福音。你记无？菲律宾教会是一个受真侪困难、受逼迫的教会，按古呢，因继续来传福音吼。
所以使徒保罗讲呢，我敢想到恁，我心内就真欢喜吼，因为恁是一个兴旺教会、兴旺福音的教会，恁是一个照真理来行所行的教会。使徒约翰吼，伊嘛写予教会，伊慢慢安尼讲过吼，伊讲我听见我的经历吼，照真理来行吼，我的喜乐无比这更加大。约翰三书吼，三书第四章，牧者对信徒的盼望就是安尼。所以兄弟姊妹，你若是感觉你若要用牧者来表达恁的谢意，来表达恁的感激，上好的方式就是你按真理来行，那是牧者心内所上欢喜的代志。第六十一讲就讲，上帝呢，在伊呢腓立比人的中间呢，动了这个神工，伊也要加传，也要宣传这个神工。这个神工是啥物？就是因传福音的工作，传福音工作是上帝所开始的。教会每一件代志，拢毋是人的意思会当开始的。人的代志、人的时间，甲上帝的时间有啥物无共？人的时间叫人的意思，毛可能真大哦，毛可能真受欢迎哦。按本的伊的意义无明显，所以一旦遇到困难的时阵呢？Totally collapse。 上帝的时间有他的目的，有他的意义。上帝的时间永远都是要帮助人跟上帝的关系更好，帮助人的话名可以终结。所以呢，经过困难，即使腓立比教会因受到逼迫，福音永远可以继续。就是上帝的时间跟人想要做的不一样的所在。所以这个福音的时间呢，是什么人开始的？第六节讲到讲，是上帝在因的心内面来动了这个神工。按句呢，上帝问，不管你腓立比人的教会有一天会过星期，后一代会当会继续福音的时间，有一日上帝要甲伊完成，上帝要甲伊完成。耶稣基督搁再来的时候，所以咱所做的福音的事工呢，咱传承两千年前的教会一直继续一直延续到即卖，咱后一代会搁继续落去，因为这是上帝的事工。有一天呢，主耶稣基督搁再来的时候，上帝要让这个事工完成，所有地球的人会当进入主耶稣基督的应跟上帝永永远远做伙，迄是一个喜乐，迄是一个永恒的所在。所以咱基督徒，咱应该有一个确定的未来呢。咱是即卖已经开始，所以这个信息给咱一个 assurance， 讲有一个未来。这个未来，上帝要完成伊的工作。咱甲这个未来有关系，但不咱已经即卖已经开始了，不是讲后边才开始。所以咱今仔日咱虽然住伫遮，咱是住伫现今，但不呢，咱有一个未来的目光。所以讲咱的意义。是干那即卖尔，因为咱即卖是暂时。我唔知恁大家是啥物款的 citizenship。你有个人可能领台湾的护照，有摕中国的护照，有摕美国的护照。按本呢，咱每一个人所共同、所用、所有的呢，咱有一个天国的护照。因为咱是天顶的国民，所以咱每一个人拢有一本天国的护照，无形的。迄毋是因为咱真做真水的工作，嘛毋是讲咱生里头多一个人的厝内面，只是因为咱因为信心甲主耶稣联合。兄弟姊妹，你有这本护照无？咱有这本护照的人呢，咱的心智都无同款，咱就过伫一个伫这个地上，按古咱像伫天顶的一种生活。咱有一个天国的愿望，咱有一个天国的美景。所以使徒保罗有一个真大的一个确信，就是讲上帝已经开始的工作，伊未空空啦。有一天呢，上帝要完成所有的信主的人，领受救恩的人，要进入上帝国度的来。这是上帝的计划。问题是，你愿意伫现今的时阵，咱有未来毋忙，按不伫现今，你愿意让上帝来所使用？你愿意一个天国的？一个主民过着一个日子，亲像天国的主民，还是伫
虽然是有一个天国的主民的名分，但不呢，活起来完全拢甲这无关系。使徒保罗有这个确信，因为伊看到这个腓立比的教会，在伊真困难的时阵，在保罗先生被关的时阵，在保罗先生甲人辩论、甲人解说上帝福音的时候，因每一日拢在，因不时拢在支持保罗先生的事工。保罗真亲亲真疼这个教会，迄是因为一个真亲密的关系，因为因做伙来做真水的工。咱继续过落去 ，Prayer is petition。下面呢，使徒保罗继续阁讲第九节，伊讲毋盲讲，伊祈求上帝，予这个教会会当听心愈来愈济。什么是听心？什么是听？我讲咱台湾话翻译听，我感觉比台语讲伊较好，因为这个听呢，我咱会听，咱听甲家己会听，这是真正的听。这个 love， 这个爱也是听，是全世界上 overuse 的一句话，上不喜欢人在说，啊，不想 overuse， wrongfully used。什么是听？我拜五吼，甲咱的学生啊吼，甲讲一个专题是，恋恋爱吼，交朋友吼，甲婚姻这方面的吼。我甲因讲呢，我以前在大学的时吼，我是阮的学生啊社团的办公的大楼内面吼，迄个大楼内面上起码有200个查某囡仔伫遐吼，按古怪目睭呢，干呐注意到这个。那是不是爱情？是不是？人讲一见难忘，终情。那是不是爱情？是不是？啊？有人讲是吼，那不是啦，那是感觉的啦，那是感觉，那是欢喜啦，那是你的目睭吼，一个 image 所吸所吸引，那不是真正爱情。真正爱情是什么？爱。是寻求被爱者最大的好处，真正的听是超脆，接受你听的人上大的好处。你若是照这个定义来讲呢，真正的听是一种行动，是不是？是对对方的了解，不是讲你一开始看到查某囡仔较水，迄就是爱情，是对伊的了解。你愿意听伊，你愿意付出行动，你愿意呢，甚至牺牲，这是真正的。上帝所给咱的听，就是这种牺牲的听。因为上帝是安那表达伊对咱的听呢？上帝表达咱伊对咱的听，是咱要甲伊做冤仇人的时阵。罗马书伊安尼讲，伊讲为一人死是少有的，为人人死或者有敢做的，唯有基督在我们还做罪人的时候替我们死，神的爱就在此向我们显。上帝表达伊的听，是一种牺牲的听，是一种咱也真无高追的心，咱也违背、违逆伊、忤逆伊的时阵，要甲伊做冤仇人的心，伊就是听。我不是甲阮、甲咱遮今年新来学生先来讲，恁感觉讲，恁为中国来读册、台湾来读册，啊，伫遮甲阮熟悉，啊，阮照顾你，甲你安排临时的大个所在，啊，去机场甲恁接。安排家迁，让你可以入去学校宿舍的搬运，你感觉是一个偶然，也给恁讲是一个缘分。讲我讲不是，那是上帝真早以前就安排了好事，伊要让你在家可以入去。你若要真正听，都不是这样一个感觉，是一种牺牲。上帝给咱的牺牲是一个无条件的听，都不是。接受这个听的，人有偌好，才决定的听，不是 unconditional。干那因为伊听你听，不是因为你偌好。所以使徒保罗向的祈求，伊的祈祷就是腓立比的教会人的听心呢，愈来愈多。这是一个真正的听。听的颠倒反是啥物？
听，不是，听爱听到反而是主书，主书，你一世人你所努力的，拢是为着你的好处，一直接，赚愈来愈多，所每件你所安排的代志，拢是要安怎让我你家己较好势，迄个是主书。你知影迄、那个啊，伫以色列有一个真大的内海，或者死海哦。Dead Sea， 啊 ，Dead Sea， 像那 Dead Sea 是一个死海，伊无多没有任何生物可以在那边生存，为什么？伊无出口，盐分很多，盐分很多，因为它没有出口。啊，有约旦河为北边流了，按玻璃伊无出口，伊无出口，所以呢，无话命伫咧伊内面，遐个基本咱也无听，无即个出口。咱说每一项所做的代志，拢是为着咱家己的好处。咱的话命嘛是死的，有一天会臭。但是你若愿意付出，像咱主耶稣基督，是，还是一个真正的听。除了保罗基督、牧者基督，是大家伫个听心愈来愈济，唔呐干呐听尔，爱伫知识。各样的见识上愈来愈多。什么是知识呢？这个希腊文呢，见知识啊 ，epignosis， 就是讲你知影每一件代志的资讯 ，know something about， 或是 knowing about something， 不是这样子，不是这个意思。自己呢，自己见识知识啊，是 knowing that come from。experience or personal relationship， 经过关系、经过经历而得到的，也叫做 epignosis， 即个知识。所以圣经若讲到知识呢，特别是认捌上帝即个知识，永远拢是一个头壳的知识，永远拢是甲上帝一个亲密的关系。所以使徒保罗基督是恁甲上帝的关系呢，你愈来愈认捌上帝。嘛，愿意予上帝来认识，愈来愈多，你对你甲上帝关系愈来愈好。咱甲上帝关系愈来愈好，咱就伫各项的见识、见识上面 ，discernment， 咱就会当分辨什么是重要的，什么是唔重要的。咱伫即个世上的代志，你可能真有钱吼，你永远困，永远困袂去，因为你会来。或者真正的真正的 substance， 所以让我这个知识，让我这个见识，让我分辨，下面有一个永远的价值，下面是东西真实，咱就会当分辨出来，咱就会当做真好的选择。今日姊妹安怎会当伫知识甲同样的见识的内面呢？愈来愈侪呢，咱来辨别真理。今日姊妹，你要辨别真理，你都要读圣经。你看，你都即卖都做牧师啊，当然嘛爱叫人读圣经吼。牧师拢叫人读圣经的啦。我予你一个理由，你爱读圣经吼。你注意听吼，上帝常常用圣经甲你讲话，是毋是？看你即卖有这个经验无？上帝常常用圣经来甲你讲话，用祈祷来甲你讲话吼。你若无读圣经呢？即便你想要甲上帝交配吼，你想要甲上帝对话吼，但可能无内容，无内容，你唔知伊个话，亲像你要甲做诗个人要来讲诗，你唔捌，你唔捌，你无法度进入即个对话内。所以你要甲上帝交配，你应该知影伊个话，知影伊讲啥物，知影伊个旨意是啥物，所以你当该进入一个对话。圣经是一本。Living Word 是一本活的书，安怎讲呢？伊每一个时阵，对每一个人，对每一个环境，拢有意义的话要甲你讲。即使讲我为啊，圣经我是拢照一章安尼看吼，马太、马可、路加、约翰，我安尼看落去吼，看了搁看古约，安尼一世人安尼一直看。但是我没跳，但是上帝呢，
都一旦让我在每一日每一个代志发生，上我迄间所读的呢，都是我所需要的。你相信吗？就是圣经所奇妙的所在。我唔是安尼跳来跳去的，按句呢，对，某一日我所需要的经文，到迄间我都会读。但姊妹，我鼓励，嘛，恁爱读上帝的话。教会呢，是一个thinking community。教会应该是一个有思想的所在，一个信心的 community， 但不是一个 thinking 的 community。咱来好好啊读上帝的话，咱来思考思想内面所写上帝是甚么款的上帝。所以咱会当好要唔捌字捌上帝人，咱会当有话通好讲，会当甲因介绍圣经上。教会唔是一个俱乐部，唔是一个大家欢喜来佚佗就好啊，来照顾就好啊。教会可以是也是上帝所呼召出来的，爱敬拜上帝的旨意，爱来服侍上帝。信徒每日应该查过上帝的话语，每日来思想，才会当知影上帝的旨意。上帝的旨意会当引出咱每一日咱的行答，咱的价值观，咱爱安怎来用咱的时间，咱来做什么代志。各位兄弟姊妹，尤其是咱卖用。好用服侍上帝吼，来取代咱甲上帝交配，就是读圣经吼。有当时啊，咱想讲我伫教会已经真无用啊，应该无代志。我的灵命应该是真好。我鼓励咱教会所有执事吼，团契的领袖、小组长、各项事工负责的人、引出的人，你爱好好啊读圣经吼。恁服侍非常的辛苦，非常的有贴心。上帝亲身报答你，但过呢，你要读圣经，所以，互你引出人属奉的是，不是照你的经验来做，是照上帝的真理来做。所以这，这件事是非常的重要。你若是凡事照你的经验来做代志，来处理教会的代志，无平常时无代志的时，就无代志；若出代志的时，就会当显出每一个人的出卡了，会当显出每一个人伫上帝面头前。到什么款的程度？所以呢，咱伫平常时是一定爱好好啊读圣经，不但读圣经，爱把圣经读伫你画面的内面去。因为圣经毋是增长咱的知识呀，圣经会当教示咱，会当导正，会当互咱归正，会当教导人来合宜。所以圣经毋是增加你头脑的知识呀，圣经呢？是咧读到咱的画面的内面，会当改变咱的画面，这是圣经的目的。所以咱读圣经是爱了解，咱读圣经是爱谦卑，是爱拍开给上帝，会当接着圣经甲咱讲话，咱嘛爱做调整，照着圣经的教示做调整，安尼咱的画面才会当终止。主的保罗的基督是让这个教会有听心、有知识、有见识，伊的目的是啥物？予咱有一种道德的一个洞察力，予咱知影安怎行大，安怎做人，安怎做代志，安怎服侍，什么是重要的，什么是无重要的。所以呢，咱会当呢，会当过诚实无过错的日子。诚实是啥物？没有隐藏的动机啊 ，purity。诚实的意思是讲 pure。所以咱哩不管你做教会做代志，咱哩服侍上帝，咱无一个 mixed motive。咱基督徒吼，上大的困难，不是完全100%错的动机，是 mixed motive。懂我意思无？咱做一件代志吼，100%内底有85%是对的，按部15%呢是为着家己。迄都是这个5%、10%、15%底下呢，互你的不容易察觉，互你一个服侍的代志，互你一个帮助人的代志。予你讲一句话呢，内底呢有一个 mix motive。所以咱读圣经，圣经光照咱，咱接着基督，咱照明咱心内目睭，咱知影讲咱有这个是真正纯全的一个心，也是一个 mix motive。无过没有明显可以 observable 的这种过错，迄是咱读圣经的。一到有一天，咱徛伫上帝面头前，咱是手空。
咱过去哈，所以咱会当结这个义啊 ，righteous the fruit of righteousness。什么叫做规矩？什么叫做结规矩？就是你安那外面内底，你外出来外口的，就是规矩。你外面内底的价值观，你外出去的，就是规矩。圣经讲呢，予咱会当结真侪仁义的仁义的规矩，这个义呢是主耶稣基督。咱会当做真侪代志呢，合着上帝这个 righteousness， 因为咱真侪圣徒，咱活出来，甲上帝所呼召咱的恩呢，应该会当相称的。所以教会呢，会当结规矩呢，会当结真侪规矩的时阵呢，咱会当仰跟上帝。姊妹，台湾基督教会。要在这个社区的里面 要 relevant 要 influential 一定要照上帝的意思，我们如果要跟这个社区，我们跟华人的社区，我们生在一个大生在一个华人的社区，我们要有影响力，我们要把福音传出去，我们如果没有要说跟外面 irrelevant， 我们要照上帝的意思来做，这样跟教会要明白真理，真理徛在，搁谦卑来服侍上帝。过去拜一甲拜四有四天，信义会伫咱遮有一个灵修会哈，灵修会。十九间华人的信义会牧者伫遮，牧者、牧师娘、团导、长老、执事、会友伫遮，有一个灵修会。会议结束啊，哈，这个华人的施工部的主任嘛，陈文雄牧师。他写一个 email 给所有来参加的人，他这样写，他说请你们每一个人回到你们的教会跟你们的牧师中正跟同工来分享你这次在这灵修会的心得，并请你们分享圣地亚哥台湾信义会在牧师的引导下中正跟会友同心服侍的见证。哇，这是真好的 compliment， 说到我们教会伊因望即十九间教会转去爱思想，因伫遮所看到的是，即间教会是安怎同心合意来服侍上帝，这是真实的见证。会当上帝名，会当扬光，咱欢喜五分钟就会使了。但是呢，耶稣讲吼，伊写 email 是安尼，请你每一个人转去教会思考台湾信义会，每一个人是安怎各行其事，牧者中介会友彼此争斗。一定要分裂，大家要以此作为借鉴。哇，如果是这样子的话，那真的是羞辱神的，对不对？所以我们要小心，教会可以走完全两个方向都有这个可能性，所以咱要谨慎，要在真理上面扎根。我问下你姊妹，我问你一句话，一个非常 sensitive 一句话，今仔日苏德波罗那话的，今仔日伊会称赞台湾是基督教会。参照伊称赞，会比较会安尼无？你想，会当称赞咱教会，亲像菲律宾教会，佮有一个真水的关系，讲这是一个同心合意来仰望福音的教会嘛。咱教会，伫查经班开始吼，1979年11月查经班开始，佮即卖的中共要37年，即内底有真水的历史伫内面吼，有真济人的牺牲伫内。咱才有当有今仔日，才是不是安尼？但是一个教会，伊的精髓不是伊的历史的内容，伊的精髓是伊设立的是伊的 vision， 伊甲伊的 vision 安怎传承？这是一个教会的精神，一个教会的精髓是不是？我爸爸是当初设立教会，甲随时听到，伊甲讲，伊当初参悟37年前参悟设立这个教会，目的是要传福音。伊目的是要传福音，上帝差遣什么款的人来到咱的面头前，咱就甲什么人传福音。咱甲咱的乡亲传福音是将真自然的，因为咱较有一个接触嘛，一定是咱的第一步的。啊，不过咱袂当停伫遐，因为圣神甲无共款的人，伊带到咱的门口来，什么人来，咱就甲什么人传福音。台湾基督教会一开始设立都是为了传福音的，唔嘛。齐心同心合力来兴旺这个福音，咱继续搁做真水工，一直到主耶稣基督来，咱做会记得。
特别，我感谢你，你予我伫一个教会，教会是一群人，是你所差遣、你所呼召出来的。我伫遮会当忠尽，会当得到你的话语。主啊，你拍开我的心，予我谦卑，予我愿意学习，予我知影讲你真正你的旨意如何，予我会当放弃我每一个人所思想的，我每一个人的意志，我甲提放下一边，来完全了解主耶稣基督你的旨意。让顺从你的旨意来行，成做一个兴旺福音、同心合意兴旺福音的教会。主啊，你祝福我，我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来。